喝一点墨，乏味。这个写比较舒畅一点。哦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我每次注意这个是在下面，这个是。也比较舒展一点了哈。要做书童，这样的话还流泪的。好，要太监，富贵爱，你给我按一下。富贵。这个楷书更难写。楷书是画人吗？啊，这个叶微点可以，不要也可以。哦，要点可以。如果你觉得不好，你就加一点下去。啊，可能人家会教你，你就加了。好。第二个，我抄完，抄书。No 啊。有功夫行书。哦，我们不写条幅了吧？要。不写。要。要。只是说，我们讲一下，从条幅啊，进去中堂的一些，一些怎么样进去中堂？As long as the main one, the rest, you know.我需要，因为我用很多。我们用那种就差不多了，老师要打。谢谢老师。很快就完。我也留下来。